鱼香豆腐的意大利面，鱼香豆腐意大利面，鱼香豆腐。哦，好，很好吃哦。我们去练习的时候，我觉得它素食超好吃的。真的哦，吃看看，吃看看。我要拍我吃哦，太害羞了吧？不会不会，就自然而然就好了。因为在公司每个人都被我这样子乱拍，这样被你逼，没有没有，他们都很自然而然，现在大家都已经很习惯上镜头。总经理的话是训练大家上台的能力，而我是训练大家面对镜头的能力，这样子的，知道吗？很好吃，对对对，我是一个很喜欢做纪录片的一个，没有没有捞钱之类的东西吗？没有。哇，一直说好好吃好好吃哦。有嘞，哎呦，我们看一下好了，里面的话有两个这个带壳玉米笋，带壳玉米笋，然后豆腐，豆腐，这是素食的，虽然它叫鱼香，可是它是素食的豆腐。了解。对，它里面没有肉，然后有玉米笋，然后香菇，然后甜红黄椒，哎，红黄椒，对，然后花椰菜。哦，这样一份多少钱啊？228。228，又有酥皮浓汤，又有甜点。哎，酥皮浓汤也是素食的。哦，不错不错，我觉得素食的真的很好喝。好，汤也有。还定汁素，你们吃过吗？我是，他是吃心情素。好了，被破格了。好好好，我会坚持的。好了，那你慢慢享用吧。谢谢新民店长的分享。